一个大秀场。徐峰老师，因为我是做考研辅导的，对，研究生考试复试有一个环节叫面试，这个是要淘汰人的，所以说有的时候的话呢，就要有一些套路去套路老师。比如说我们从长沙考研考到北京的学校，老师就问你一个问题，说千峰为什么从湖南考研考到北京来？北京竞争激烈，我想证明自己。你这就不行了。北京是首都，你不说他也是。我想看升旗，别的地儿我考不上。都不正确，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爸我妈在北京打工，我想考到北京来，离我的父母近一些，尽一尽我做儿女的孝心。哎呀！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再比如老师问你了，你现在是学这个专业的，为什么跨专业考研考到另外一个专业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父母就是这个专业，他想让我子承父业。正确答案应该是，老师你知道吗，当年我高考我就要报考这个专业，没考上，但是我对咱们专业不死心，我上大一的时候跟着咱们专业上咱们专业的专业课，越上越感兴趣，越上越感兴趣，今天我考这个专业为的就是完成我4年前未完成的梦想啊。